好，我们先从俗事来，然后谈一谈，再来进入活事。因为我有一条水沟，是上任的里长一就任的时候就开始弄了4年多，都没有办法弄好。他就是要翻修，没有办法。让我一接任的时候，这条就是人家就是一直来澄清啊，就是整个里面啊，整个里面。那现在的话，我八月的最后一天。就来动工啊！八一天先画一下，因为我最后的话给他压，最后的一定是八月，你一定要给我最起码让厂商给我算的话，来见见那整个你要去画那个啊。九月的话你就开始要给我动啊，九月就要把它修好啊。他说啊，最慢10月，我说好，先给各位谈了。那这条为什么弄4年多5年多都没有办法？因为一弄的话啊，人家就抗议，就那个那这条路刚好。一个水沟这样，整个里面，啊，他有听说一个建筑设计师都帮他们那个，就设计师帮他们每家的那个门面都装在1/3的水沟盖上面，啊，所以一弄的时候就很多人就反对，因为这样子那一楼通通大概都要拆啊，所以的话那到了陈情都一大堆。我一开始上来我就接到这种事，他们说你看里长，你看哦，你要如果要修这个水沟的话，全你看大家都每家都要拆。那你如果遇到这种事，每家都拆，那你就麻烦啦、啊，那你就要动脑筋。我就从头就从街道走到街尾来给他看。结果我把那个分作4类，其中大概就一户是没有给人家弄出来的，那是最少户。那其他的呢？那其他是大概我就这是第一类，那这是守规矩的。第二类是什么呢？还有看到别人已经都出去了。啊，然后它是弹性的，做活动的，你懂我意思吗？活动就是说整个那个是可以搬动的，你要把它归一类，第二类，第三类的话是什么？一部分违规，一部分没有违规，那是第三类。啊，真正大违规的，那就是说他已经做死了，他就说那个地方那个弄的那个哈，那就2户。你就针对这两户，啊，然后你就要去找他一天到他，因为这个抗争啊，那你要找谁就找。找那个最高台北市的话，谁最高？那个不能找市长啊，就找议长。你要找议长，请他的议长来会勘。啊，你要跟他讲，先给他确定这个是违建。啊，你要叫他确定这个是违建。啊，违建的话就是要拆。你这样的话，就把那两户把它卡死，就这两个是违建。啊，我议长，你可以做人情给他吗？这个违建你要不要拆？我先问他，你违建要不要拆？啊，我是整条的路人都想修水沟啊，只有这两户。我跟他讲，我本来是这么大家都反对，现在我给他变过来是只有这两户反对。啊，这两户，请你议长先确定这两户是违建。啊，违建要怎么办？违建当然要拆啊！啊，你议长最大权限就只有缓拆啊！啊，我就给你弄啊，弄的话缓拆，那拆的是自拆还是政府拆啊？啊，政府拆是兵临邦。你猜，你自猜的话，他们那两户很聪明的，他们说，哎呀，我们也没有什么钱呐、啊，这样像经济都不好。你能做水沟的时候就，你做上，你就做下面啊，就这样弄进去，我们的东西都不要送我们这样。我说，那你，我就问他，你有没有侵占别人的东西啊？有没有侵占啊？啊，他又不敢讲。啊，后来他结果是弄在5月前，他自己要自猜，他猜怎么猜呢？他就拆人家做水沟，在这个地方，他就拆在上面这样。反正他有拆，我可以做就好了。这样的话，那两户，要不然你还不这样的话，我至少水沟就可以动了。啊，一直也不顺遂哦，5月、6月、7月都没有。后来我一直就会看我，你不行，我就要给你行诸文字。民国100-108年8月底前一定要动工。结果他8月上班的最后一天。真的来排哦，来跟我里长要真的要动工了。我说我最后一天我一定要站在那边看哦，大管中心你要通通，他说什么那个都不行，我帮你吹。最后一天他就来划线，他今这个礼拜不9月第1天吗？就在这个礼拜，乒乒乓乓那个小那个通通来，我现在一天到晚到场上，去给他排除那种东西，那很好玩。那为什么跟你讲第一个这样，第二个？你要把那个问题，你不要觉得说全县他一讲的话，全县都违规，啊，你要这一个人对那么多人，我跟你讲，有一年的高普考试，我还当护士长的时候，
高考是一办的时候，你看台北、台中、台南，好几个考区，我现在就讲三个就好了。结果有一个内科，大家考试内考试的时候题目应该一样啊。台北、台中同样的，我们考财务行政，那台北的题目、台中的题目、高雄的题目也是要一样啊。要没有怎么比较呢？啊，结果有一个到考试的时候都还不知道嘞。考试的时候我到后来带队到欧洲去访问的时候回来，他们就是这个问题没有办法处理。就高雄一个考高雄整个考区，人家台北是考这种题目，台中考这种题目，他那个高雄呢是题目给人家弄错了。哎呀，这个也是很好玩的哦。啊，他们每次他都搞，我现在有一次用，因为这个要讲的话，你要把问题怎么去极小字。你看呢，一个东西的话，哎，台北是大圆，台中大概是中圆，啊，台高雄是小圆，啊，现在的话三区啊，因为这个一定是同一个名额，大家共同竞选，啊，这样的话这个地方弄错，还要怎么去处理？你要把名额通通给这个，叫台北、台中通通不能闹事情。因为我的名额本来要三个区加起来抢这个名额，抢一百个人名额啊，现在我一百个名额给你们啊，那弄错了是这个，我要处理是处理这个，你要处理这个，那你不要把三个都弄进来。我这个后来到我从澳洲回来的时候，他们根本都没有人会弄这个好好玩，我在哪一天我再专门给讲给你听。方案是我写出来的，我下飞机之后他方。我很赶哦，我就跟他讲，今天看东西，你就发开会通知，两天后就来开会。啊，整个方案我第二天就弄出去，结果我那下当副市长，然后我们市长一看到这种方案，好高兴，就跑去把这个东西拿去给部长说，这个方案是他想出来的。哎，但是他有一个是我，你要会做事情，是现所有的东西你要会变，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一般人在不懂我的人，大概都认为我是学法律的。现成的法规，我的法规是可以移动的，我的法规是活的啊。有一个那部长看的话，是好久都已经两三个礼拜都没有办法有人提出方法，每次讲都讲，所以花言引挺解决问题的人是没有啊。我写那个东西有一个地方部长看不懂，就他你说你提出来，他就问他他也讲不出来，他说他找你那个副市长来。哎，我们那部长就问我为什么这样弄啊，我跟他这样讲啊，他说，所以我，哎，这个地方还没开，所以王作龙他称考试院我是最聪明的。我的那个副中茂当过政大的那个工行所的所长，当到那个院长，他说，民众，你的法规怎么这么多？法规要活的。那从这个地方，第二个跟各位谈，第二个这个我没有跟各位讲清楚，这个、第二个，这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很好玩。后来我到考试院去报告，他说没有这样的，我还不知道考国家考试是这么公正的。啊，你把它弄到这个地方啊，怎么去加温，怎么去弄啊？有一套是非常好玩。啊，你怎么弄来弄去的话，就啊，通通都是你在弄。结果这边的录取率跟这边的录取率是完全一样啊，这边的录取率是我自己去拿名额啊，你说是不是真的？那公文是我自己写的，那本来要从人事行政局花函这边来这边，他怕他不会写，是我写好公文去送到人事行政局去，请他抄啊，来给我啊，然后我这样给他变那些东西，我名额叫他，因为。管名额的是人事行政局，我说名额都不能对外公告，增加通通都不行啊，只有我知道就好了啊，我就算一算那有多少人啊，多少你就怎么啊，然后我这样够吃的时候，我再告你才能够移动名额，啊，要怎么弄那些对外面公平，对里面我运作很知道啊，这边录取跟这边就完全一样。第一个你就这样，因为是大家要争的时候，你说啊，通通都给你们，所以这次弄错跟你们没有关系。你们还占了便宜了，你占便宜啊！你这边弄错了，你也不要紧张啊！通通名额，我说，我都会给你加，不会给你怎样 ？OK， 大的要弄到小的，我第一个问题就跟你讲，那水沟里面大家都是违建户，你要跟他讲，有人大违建，有小违活动的违建，有小违建，你那个是不能一定要拆的违建，你要先讲啊，就两户，你就把它咬定，他要反抗的就是那两户啊，我给你最大生存空间就是。哎，我缓拆，我就慢一点拆，我不是不拆啊，我给你期限，你自己去拆 ，OK？
第二个呢也是这样。那回来我就问到世俗上啊，每个人拿到你的福报很好，不会是早上一直到晚上都很快乐，你有遇到不如意的时候，那五分钟的不如意不要晕染，不要影响到变成你二十三小时又你只五分钟的不快乐，变成二十三小时又多少分钟的不快乐啊，影响的那个东西，五分钟就赶快要把它切断啊，切断你怎么去解决那个问题再来。很多人就这样哦，你这起顶叫修妈妈不然像就那当场的，有时候要菩萨怒、金刚怒啊，那个发过脾气就好啊，不要到别的地方又老是那种东西。这个地方哎，发脾气就在这个地方，吵架就在这个地方，把它切掉啊。到那个地方是另外一回天地，在那个地方，你要会用，会用三件事情，我跟各位谈哦，就哦，就是俗世的东西，不要晕染。尤其坏的事情，好的事情晕染还没有关系哦。按照咱咱个喜啊，叫欢喜啊，去个水浪滑进啊。但是由于其实坏的东西，不要晕染，不要把它扩大。好像今天这个考试不好，就好像一定是什么那个啊？那你会跑那个不要晕染，一件事归一件事情，一件每一个事情归一个事情。学佛的话要学，今天可能我们有一个东西要告诉各位，你怎么去推文字，啊、哦，不要晕染。好的事情可以哦，你起码按照欢喜啊，就因为你这样去做啊，那这样的话，那个东西可以，那个叫喜的那个分散。那坏的事情你绝对不能晕的，一件事情不如意，不是样样都不如意。好 ，OK， 好，那我们今天希望能够跑三节，好，来从第三节，请翻开第十章第三节，今天判看三四五，来第三节470页。看到了吗？470页注释的地方，哦，上摄乳生香，摄的话就是暂时收摄你们全身的香气，因为那个地方他们那个整个里面，他们菩萨都有那个香积饭那个香积活那个地方，他的所有的人都有生香，所以要暂时收摄，要把自己的香要就是收摄就是。修砍起来，唔能去流散去啊！啊，然后摄乳身形的时，你就暂时要舍弃你的庄严巍峨的形貌，暂时舍弃你们本来光明高大的形貌。你不然就大长啊，你就因为它有神力，就变化成跟别人一样，不能那么高哈、啊。那个彼此的话，就比下惭愧；轻贱的话，就轻视比贱。那这个文的话，我们就从直接看白的地方。470下面哦，这个时候众香国在座的900万位菩萨一起开口说啊，我们想到娑婆世界去，已经把香积饭已经好了嘛，啊，已经买到啊，一样香积饭已经到这一关哈，我们想到娑婆世界去供养释迦牟尼佛，并希望见到维摩诘等一切菩萨，因为化人能够到这个地方非常了不起。爱起码相继犯圣体的时阵，爱以什么对来化这个释迦牟尼佛搞个维摩诘大事情安怎行进行了啊？下面注释里面，你看900万菩萨，你看之前的话是只有9万哦，玄奘法师也是900万，所以这个地方，今天可以了。你知道吗？我们有的时候你在读佛经的时候，佛经的数字。你不要太那个东西哦。佛经的数字，尤其的话，各位，我跟各位讲的话，在这个是在法华才会用到，这个地方是用不到。我们现在的那个数字哈、哦，有些东西，你才有力，你在读，尤其读，不管读《三国志》读什么，你要关羽光归九，关羽多少子？八子，啊，八九啊，高九。啊，一个按八，那是那八九啊，八尺的话多少公分？我跟你讲哈、哦，因为公分从这个地方公分去哦，跟因为这个是法华的问题，法华的时候，法华因为我在住法华的时候，碰到这个字，这个字不是这个字是当时我汉之前我们的算经里面，当时数学的最高单位就是这个字。数的最高单位是这个字啊，我们从关羽的话你就可以知道，因为算经的话到汉朝末，因为这个我没有真正时代我没有把它画清楚，就到汉唐的时候，那个大概从哪个时候开始实施我不清楚哈，因为这里面用这个的时候它有12个单位，
南京买狼，因为树脂要用很多。以前的树脂不会用，我给你举一个简单例子就好。因为从因为什么为什么从关羽谈起？因为关羽的话，你一讲八尺对吧哈？伊当时也八尺，八尺伊当时也是尺刚23公分了呢。啊，八尺你甲看看，伊差不多安尼哦，184。啊，你那就那30公分。240，这个较少，啊，卡邦的人无按管。啊，我去跟你讲的话，你讲一个字你就知道哈，因为这个不是我的东西，我要告诉你读数字，你不要被数字绑。那个万，我们个十百千万十万百千万，上面是亿嘛，对不对？我这个真正划时代，我不知没有很清楚，在汉的时候一定是这样。唐的时候的话，从哪个时候开始使用我不知道。请问，1亿是多少万？1亿多少万？1万万。你不是万，有我们现在的话是万，上面有十万，有百万，然后才千万，然后才亿嘛，所以是多很多零嘛。在算经，在汉朝的时候是没有这个的，没有这两个。10万就是1亿，汉朝的时候10万就是1亿。哎，所以有一个，我跟你讲，那个人家武术的那个就是算命的那个理事长，哦，他去录了一个风俗录，录了一个12个字，录了12个单位，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来源，录了12个单位，啊，我就跟他去，我就去赞叹他说，哦呦，你这个东西有留下来。那个12个单位，这是法华的时候，我会跟解释啊、哦，1亿就是10万，是那下面的话就跟我们一样啊，下面的上面的话有很多，有总共有12个单位，12个单位，你就知道这个地方跟我们的想法是不相同的，所以你读了名，尤其名相单位的话，那个都不是那个哦，从历，因为什么我要给你举关于历的，因为这个你比较容易记，你它容易记，一手。在汉朝的时候，一尺不是30公分，一尺高于3公分了呢，啊，所以在汉朝的时候，1亿50万了呢，不是千，然后再万，不是这样，在汉朝的时候不是，啊，到唐朝是哪个时候开始实施？那我没有确切的时间，尤其那个算经都已经遗失掉了，到现在目前都没有这个经了哦。算到这，因为今天我还是要跑3章哦，是跑3节哦，所以来就这样的话，所以你数字的话，你就知道它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是你不要被那个数字绑到。我看有的人有，尤其还法师在那边算，哎呀，又你给那个绑住的话，你那个太那个哈、哦。来看471页哦，相继我这样讲哦，你是可以去。但1、2、3、4是我自己给他标，我们这本这部给他标上。第一个，你必须要暂时收起你们身上的香气，因为香气活那边香气世界的每个人都靠香来闻香，然后他跟啊、哦、要收拾你们身上的香气，都你给帮起爱一罐修下起来哈、哦，不要让那边的众生起迷惑贪着的心。你看啊，我就说，你看念咒的时候不能吃荤的，就是安呢。因为每个人的，你吃猪肉就有猪的味道，你吃那牛肉、羊肉就有腥味啊。所以你看，老人有老人味啊，所以整个你就有分辨在那个地方。他们的香气世界，每个人都是很香的啊。你到这我们的娑婆世界，除了自己喷香水之外，有没有每个人身上是那个弄香的啊？有的人说，我们看到那以前人家修佛的时候，修道有成功的人，你看那修道他们那些你看旁边人就讲，哦，我们的老和尚什么的身上会发出香气。其他我们的娑婆世界是大理上就这样，除了你自己哦，出去的时候年轻人那个现在的人喷一喷，所以他告诉你香气世界的人，你到娑婆世界就是无旁边的，你就要家己爱旁边爱修收摄起来。第一个，你跟大家是一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你那个地方，你看你的身形是这么高大的，他讲的又应当收摄你本来光明高大的形貌，要缩小身相，不要使那边国土求菩萨道的人看到你们会哎利汉管多啊，必须给够长的龙安。你看看这里面，所以你看看那个神龙第一的木坚连，
他要看活音跑到哪个地方去，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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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照照到滴滴滴啊！结果跟人家世界人讲，那个侏儒是哪个地方来的？哎，从这个地方，我本来要到那个地方再给你归结哈、哦。那个相信活世界的人，当然是比我们高大，你看他坐的那个椅子都比我们高大。你不要，所以我们常常讲，哎，有幽灵，有什么那些，那到底有时候，因为这我们到目前的那个都还没有办法可以证实。但是你从现实的社会你去看一看有没有？你要读经的时候你要这样看哦。你看那个南柯一梦，南柯一梦的时候，你看嘛，一席蚂蚁世界啊，你起码来讲，咱姐姐的高雅修来这，咱起码能够融入他的社会里面。我们在蚂蚁界的话，我们是巨人呢。你要有这样反思去看那个东西，所以到底是这个我们眼睛或者我们的知识所了解之外的世界，身形是这么广，有这么，所以维摩诘经非常厉害，啊，两千多年他可以知道那个地方的人，那个到现在的话也只能证明，还不根本都没有办法可以证明，但是你给他反向，从我们人跟别的动物或者怎样，然后故意来这有身形有高大有什么东西。哦，你不一不就尤其他跟那个木建连到哪一个地方，刚好是反过来，一叫家的人，相继活世界的人来个家，第一个相继来修起来，身形那个变，唔能变啊，安尼你就变成巨人去人家，你就打一个爱收拾你的身相。第三个，然后你们到了那边，千万不要怀有轻贱的心意态度，而做各种阻碍大道的想法。下面是为什么？因为什么？他们那边不要像我们这边听经的话，法师这边叫叮叮咣，还要讲用语言来那个东西，还有的时候还要变神通，还要示范，还要有那个引典故给你听啊，这样的话才那个地方，人家那个香积佛世界是用闻香就可以进入法化里面，他们这啊，所以来到这的时候，你就会笑人说啊，你那个笨的那个是你的那这样啊，他叫他说你不要先有这种心态啊，心意态度，为什么呢？因为他讲后面的结语是也在别的经会出现哦，因为十方国土都如虚空，换言之，娑婆世界的各种罪恶充满的话，也是虚妄的，毕竟是空虚的，何况一切佛为了度化度化喜乐小法者的需要啊，无法尽其所能示现他们清净的国土，一切佛土实在都是清净的，无有差别的。那个前面有没有是那个有没有他看到话，那个实在佛土是清净的，但是你没有在你自己的心不清净，看到你是污秽的佛土，所以佛示现的时候就安呢，就是在这部经还是哪部经的时候，他示现的时候，他说他的国土不清净，他是因为你自己不清净，所以你看到的是一个坑坑磕磕的状。那天人看起来这个说不都是清净的，在哪一部经的时候就开始就在谈这种东西，在谈这，所以的话，他告诉他香要香气要收拾起来，身形要收拾起来，自己要不能有骄傲，就别人自己很好啊，别人那个方法是不好，要比较的三个东西。啊，你这样的话，你要用到现实生活，那是经文那里讲哦。啊你有没有弄到你的现实生活上面？你不就经文这样讲，但是用到现实生活，你又可以谈很多的哦。这个是可以谈非常多的东西，可以怎么谈下去的哦？好，过来啊。这个时候，化身菩萨捧着香积佛授予的钵饭，而且给他一钵的饭，跟众香是跟众香世界900万的菩萨。都受到香积佛威神及威摩诘神通力的加持，于众香世界忽然隐没不见，现子就那个现跟见啊、哦、是通的，一会儿就到达威摩诘的寝室。为什么要快？哎，因是吃饭进行去的呢，伊袂当安尼暗暗转来呢，起码是要转来吃饭呢，所以的话，他从那边出现一下的话，那边隐没就到这边就现了，这就讲无限的神力在这个地方啊，翻过来喽。这节就这样结束了啊，就去化幻的时候告诉他们你要注意哪些事情啊，你的话要用就要用到现实生活，尤其第三个啊，整个来这尤其有如果有法师到了那个坚守到哪个地方去弘法，这个都这三个都是要相同应用的啊，要应用的啊，这节就到这个地方。好，下一节的香积饭来。香积饭，请翻474。474的解注释，第一个熏，
熏的话就遇善恶的感染，哦，有潜移默化的功用，如熏习、熏修、快然，就是快乐的样子，身心舒畅的样子。长者主，这个主的话，因为他们那边不是那个有固定的君主哈，就领导主席。罗斯法是这样讲：比国吴王，他不是一个有国王啊，他没有国王。500个居士共治，来共同来治理国政。金言主的话就是众所推，大家推，大家轮流做啊，作为长者主啊。却住一面，退的退一面的话就一边，却住一面的话就倒退到一边去。地神哈，地就是地下的神啊，名曰监牢女神，大地神之地神有很多，像地神的话，像土地公、城隍，这都属于地神。阿里那光被勾嘎，你要分得清楚的话，那个城隍那些的话，那个是鬼。啊，那但是你讲鬼就不好听，所以你就称神是比较好听的，鬼神是一类的。OK， 好，那个虚空神，虚空神在楞严经里面有两个，所以就他是用顺若多，主空之神，行住于虚空的神之哈，又如夜叉罗刹。现役的话有局限的心意，好，翻过来喽，四耳翻过来，四七五称量，就用秤去称，用斗去量，称数计量。福慧的福德智慧，那个字比较难，人字旁在一个四，也是次，就近止近。好，那现在的话就看看，我们就直接看看白字的地方。这个时候维摩诘赶紧化作，因为现在高八万的一贯的那边的一贯相继活世界的菩萨没来啊，维摩诘你看他的，所以他是法身大士。以前在上面的话，狮子座只有借30000多个狮子座呢，鸟。这个时候如果是按照这个数字的话，哦，按照后面两个之间是19万啊，如果亿那个后面两个亿的话是1900万，你看嘛，淘帮30000多，现在变900万呢，这数字差距很多。但是你不要为了数字在那边一天到晚在计较那个东西。这个时候维摩诘就赶快化作，他自己就变化，哦，他当时的话是用道的那个去别的地方去请，这个地方他不是用请来的，那个他自己就化啊。以前32000狮子座，现在化作900万的狮子座，数目值差很大哈。啊，这个跟当时请的那个狮子座是一样的，庄严美好，就如当初从须弥灯王佛借来的一样。啊，这块按的盖起来就很大哦，高广严饰，众香世界的菩萨们都轻易的坐上。你不要看轻易的坐上这一句话哦，当时你看他请的那个在须弥灯王佛来的时候，那些小声闻的话，通通都坐不上去的咯。啊，起码一夜化作的一样的高大，一样的高大。这900万的狮子座的话，那边来的菩萨每个人都不要变身形，就直接坐上去，可见他们的法力是高的咯。哦，你要这样读的哦。那化身菩萨把满钵香幡送与维摩诘啊，维摩诘饭的香气。那个飘熏那个香气飘熏充满毗梨耶城，就是一夜下来的下子只有一波饭，那饭的香可以充满整个城池，并留意3000大千世界，不是够城池，还留意到3000大千世界去。当时毗梨城的婆罗门居士等，大家品有这个旁一直不捌品过啊，品有这个旁边啊，大家都觉得顿觉身心非常的愉悦轻快，不禁赞叹，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于是长者主的职月的那个月盖，带领了84000个人啊，来到维摩诘的舍宅。当他见到他的居士中这么多的菩萨云集，狮子座都是那么高啊，大家都啊大头啊，你看不到顶头高广，而且是严好，都是啊非常庄严，非常的非常庄严，非常殊胜。哦，交织济南，交织济南就跟他道路感观，啊，那不是随便摆的啊，线路的话都摆得非常哦，非常有次序的哦，多得的难以数计，那大家的话都生大欢喜，哦，顶礼诸菩萨及大弟子等，便退立到一边去。还有许多的地神，刚刚跟哥谈过了，地神像土地公、城隍，许多的地神像虚空神，就像夜叉、罗刹等等，哦，这天龙八部这些，哦，这整个里面及异界、色界的天人们闻到这个香气，因为它是3000大千世界嘛，所以3000大千世界然后都有感应啊，哦，也都来到维摩诘的舍宅，想探个究竟，我觉得就非常热闹。所以的话，人家讲《维摩诘经》的话，有一点是
讲菩萨的话，为什么有这么神，那这么神通，就比较那个没有办法接受，可能也是一个地方。但是你自己要去发挥那个整个里面另外一个境界再看了，好不好？四七六，黑字也就不看了哈。这个时候，这个时候那个维摩也是看白字四七六。这个时候，维摩诘告诉舍利弗，等大声闻诸位仁者可以吃饭喽，起码一个。旁掉啊，一点要跪倒去啊，起码所以很快的就回来啊。现在的话，伊就讲，那维摩诘，因为他有相机犯呐，告诉所有的那个在座的人，原来的这些的，因为相机不包括他那些从相机世界来的，因为他们都吃饱了他告诉这些还没有吃饭的人，可以吃饭喽这是相机如来给我们的甘露法味之饭。什么叫甘露？甘露就是普通，不是普通的露水哦。你像中医你煎药的时候，底下跟你讲阴阳水，中医是用阴阳水哦。道教炼丹的时候，你看那个，这在读楞严的也有，他都是在成珠，什么在一个盘子安来对，那个在我们在讲楞严的时候再来就是要成夜间的那个水，或者是有一定时间的水在盘在走动的水，所以甘露水也就这样就整个里面有一定的方法去成的一个甘露水甘露法味的那个饭这饭是相继我以无限大悲所熏成的。使用的时候不要拿人世间的那个意识或持有限度的那个心量，因为凡夫学佛通常都是以有限度的那个意识在修以认为自己在求，顶多为自己成道而已，但你就不要有限度的那个心量更不可以夹杂一些下列的心行否则的话并没有办法消受，不能得利的换句话讲这个时候有缺乏信心的声闻就生不好的想法只有这一锅的饭我们这么多人，那数量这那个饭实在太少了我们这么多人怎么有办法每个人都吃到呢就有别心力比较没有坚定的在场的人，如果比较没有坚定的人，他就想到这件事情就想到这件事情。那你看那下面的话，下面也一段像化身菩萨说，你看化身菩萨那也就是维摩的化身菩萨就知道有人动这样的心念，所以他马上这样说咯他说千万不要以声闻的小功德小智慧小气量用来称，用秤来称，用斗来量如来的无量无德无德以智慧。所以的话我们包括跟各位讲智慧的时候，你看那个声闻的智慧跟菩萨的智慧是不能比的，那声闻菩萨的智慧的话跟佛的智慧更是不能比。所以你看那智慧第一的舍利弗，那遇到的时候遇到佛，所以他跟后来他跟那个菩萨一起比的话，他跟释迦牟尼有讲，他以后的话大家不要称我是智慧第一佛安慰他说，我所称赞你是你是声闻里面智慧第一不是跟佛的智慧第一不是跟菩萨的智慧第一这是有限度的现在是小那个小功德小智慧小气量那四大海水即使有一天枯竭，这饭也不会被吃尽。这个想象里面几锅饭一波的饭的话可以养这么多的人以供四大海水有一天会枯竭的话，这饭也不可能被吃尽的这个不能想象纵使一切的人都来吃，每个人团如须弥山那么高那么广什么叫团的就安呢给你安呢你就去团你起来行干啥就安呢给你扫起来像须弥山这么高这么广的话，换句话讲即使每个人的食量都大如须弥山，而吃的时间也是一节之量都按滴滴架滴滴架滴滴架也没有办法把它吃尽。他想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相继佛以无尽的戒定慧解脱之间叫五分法身香，那个在坛经里面住在坛身里面就五个这五个形成就成佛了就成佛了戒定慧然后解脱之间能够这五个具备就成佛圆满所成的甘露味饭绝对不可以不可能被吃尽的。果然化身菩萨所请为的钵饭不但填满与会者每个人的肚子，还有剩的所以不是一人就这是一个你自己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一旦成道的人他给人家的东西他是
他是我们，因为我们没有成道，所以我们在施舍的时候计较我们自己所有的东西，怕施舍下去就会没有。但是在成道的人，他是源源不绝的，他是源源不绝的，所以整个里面他就在那个地方，所以的啊，所以他这个每个人填满每个人的肚子，而且还有圣灵，而菩萨声闻天人等的食用过这饭后，477咯，食用这饭后，每个人都感到身心安稳快乐。这后面还有哦，哦，香积饭的功用还没有完哦。像香积饭有一节专门在谈香积饭的功用哦，已经把打个下回哈、哦，让身心安隐快乐。这个隐哈、哦，在佛经里面大概是跟稳字通的哦，在以前是快哦，犹如一切极乐庄严清净佛土的菩萨境界。假借本因为香积饭可以做佛事，到后面他有一节专门在谈香积饭做佛事啊。哦，而且全身毛孔都散发出妙香啊，这也如众香国土所有的香树土肉的妙香，闻者身心舒畅。上一节就告诉你讲那个叫他要收摄三个要特别收摄啊，然后他们很快就跑到这个地方来啊，起码要跟你讲香积饭就是无限功德哦，无量的功德，就是我那个无为的功德，所以就尤其是五分法身香的功德，所让他熏成的一个饭啊，这个饭是不会是永远无止境的啊。然后对他这些饭是，因为下面才交代这些饭是可以做法事的，做佛事的，哦，一节一节下去的话，我这样给他碰一节碰一节，节的分段是我们给他分的，在那个我们维摩诘经没有分。哦，维摩诘经都一气，维摩诘经有分章，哦，就章是有分，但是节没有分，节是这样一直下去的。OK， 啊，定节就跟你谈怎么去请办啊，伊要来就要注意下面，啊，这节就跟你讲，伊即马跟你，让你怀疑讲按起波换了呢，啊，为什么这么多人可以有办法喂满这么多人？啊，叫你不要用小智慧去看，所以反过来，我们在学佛的时候不能用四字。去那个做那个，尤其四字，我跟四字刚开始我们学佛是有用的，到了一定的时候就是要用性的进入无性的法界，那个法性世界啊。你如果再用四字的话，那个是有界限，是没有办法进去的。 OK， 哦，四字的话就到一定境界就没有办法可以进去，所以从维摩诘经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哦，可以学到非常多的东西。好，那这节的话是在讲那个二祖求法的东西，下一节比较长，苦界之言比较长，哦啊，这两节的经文都非常短，哦，这两节的经文都很短，小德小事是出现在那个达摩跟二祖的对话，哦，金刚经这样讲，现在就申论哦，477的申论。小德小智，金刚经这样讲，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所称贤圣的话，指修出世法而正果的人。哦，以正果大小来讲的话，有诸佛，有菩萨，有圆觉，以声闻，有五安安系也四个。哦，故说声闻是小德小智，如来的话是无量福德，声闻必须回小向大，哦，以生活果。啊，下面举那个慧可的故事啊。慧可法师哦，他是河南虎牢人，俗姓姬，俗姓姬，名光。自幼的话，志气不群，博涉知书，游经玄理，遍览佛书，抵洛阳龙门香山，依宝镜禅师出家受具戒哈。然后的话，在有牧寺讲经。32岁的时候，一个登一香山啊，打钢终日打钢弄这一点，弄安呢。打坐啊，他刚打坐，天天都是打坐哦。按照打坐打8年呢，哦，然后改名神光，改名神光哦。闻达摩，事实上这中间我有把它简化了，那整个里面它原来故事不是只有还有东西哦。闻达摩的尊者的东来，他就要去造诣，就是要到少林寺去参拜。那到少林寺去参拜的时候，他晨曦都参请尊者时常。端坐在面，因为就
达摩听了九年，他是面壁嘛，他说莫闻慧力，德隆没有跟他讲过话，也没有跟他讲话，也没有给他勉励，也没有给他教示。那神光自己就这样在想哦，以前求道的人，像释迦牟尼佛在做菩萨的时候，还在求道的时候，他是不法眼泥。好，那佛要从那边过的时候，他把他的头发，因为有还一堆有一挖的水，他的那个如果没有来得及把它清走，所以他用他自己以前的留长发，就用自己的头发就把那个水遮啊，让佛从上面他过，叫不法眼泥。有头还刺舞的是，你看他在还在修行的时候啊，看到饥饿的人，他自己把自己的话，把舍自己的身体啊去给老虎吃啊，这个是你看这个很大的那个东西。那以前的话都是这样，那我是什么人呢？于是的话，他常跪在尊者，就在达摩，就讲慧可跪在达摩的那个面壁的那个寺的外面哦，遇到大雪，积成雪人都按那雪一直。跪在外面，但雪就一直下啊，他整个人就几乎都快被淹没了那个尊者就达摩就很怜悯的问他说，你一直在那个地方在雪中的话，你想要求什么东西呢？那神光的话就卑劣这样讲哦，唯愿和尚慈悲。可见的话告诉各位，和尚这两个字是老师的意思啊，现在的话不一定哦，现在出家人都称和尚啊，和尚的话在原始的用法就是老师哦，都、就是你出家师，你跟你有那个有关系的师父啊，才叫和尚啊。开甘露法门，我们跟着对甘露，刚刚也讲甘露法门哦。广度群品，就是广度众生哦。尊者就达摩这样讲：诸佛无上的妙道，就叫佛道的话，是旷劫金勤，难行能行的，要经过很长时间的修行，而且是难行能行哦，非忍而忍，就是很难做，然后叫非忍而忍。要非常困难的，难道的不起事的话哦，不会是因为一个小德小智啊，那轻心慢心啊，你就想要求到真正的一个最大圣的一个佛教哦，你这样的话是徒劳勤苦哈、哦。就只有这样跪的话，难道就可以求就真正就表达到那个真心的什么求佛道吗？啊，神光听到达摩这样讲的话，他就取刀哦，自断左臂供养。历史上的话，慧可就是断一臂，啊，就是求法的时候。所以在乾隆皇帝的时候，还特别在少林寺盖一个会，那个二祖也是就是断臂的那个寺，啊，断臂的。历史上的记载都是慧可是断臂的哈、啊。那个尊者的话为之止血，那知道他是求法的那个上面讲不是要什么的话，要难行能行吗？非忍而忍吗？啊，才能够求佛道。哎，已经把认为他是这种人，所以才对他说：“诸我罪诸求道，为法妄，因为你断了臂了啊，所以的话，为法妄虚的许三就安。所以我现在就赐给你的名字叫做慧可。哎，好帮的，叫做神光，基本上叫做慧可啊，明了几个啊。后来的话，慧可得到达摩尊者的真髓啊，这个地方就是要引他小德小智啊，在那从一定境界看起来的话。”那个整个里面啊，不是小小的动作的话，就那个不跟如果从大的观点来看是不足道的啊。慧可得到达摩尊者的真髓，互以正法眼藏，授以袈裟，就认结为禅宗二祖。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小德小智还有大德大智啊，整个里面会在这个地方啊。这是这两节是比较简单的经文啊，下面这节的话经文也比较长，要讲可以讲很久。但是这个地方可能我们就训练一个对文字的那个看法就好哦啊希望一节能够把它一节多一点能够把这个谈完，因为你一格一格的话，它这个就在因果，这节在这节严格讲在讲因果，来看到注释也多了一点，480页。第一个德藏三昧，三昧像假的光的正定啊，正受正觉要精妙处，德藏三昧是由功德门而入的定啊，具足一切功德的定啊，刚强的性人刚强易摧的，就讲性情很坚定，有的时候不好的话就是刚愎顽强哦，刚强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不好，要看用在哪个地方。邪行的话是外道行法的总称，不逾矩啊，这很重要，不逾矩啊，不逾而取，不告而取。未得物主的同意擅自取用哦，等同偷盗，这四个你要稍微哈、哦，不允许的，没有经过人家的同意，没有人家摆着，即使人家的废弃物，有的时候所以要很审慎，就在这个地方。我当然我自己
我跟各位讲过，我如果要做的话，因为我把我的我自己是各位，你如果有学过紫微，我是太阴入庙，所以我因为学过以后，我就把紫微整个忘整个丢了，我这种格局把我丢在沙漠，我也能够生活。啊，你那一个不是人家给你很好东西，是你自己看东西，你要有那个那也要这样。不予取，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讲字眼的时候，对这句话有的时候是要很审慎，因为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可以判别。不予取就是你没有得到人家同意，你看尤其第二个是不告而取，你没有告诉别人说，所以人家丢东西，你要问他说你的东西，你那个人家在现场，你的名家就当我可以，你就是我要可不可以给那个给我要一定要就要这个有这个动作，没有那种动作，人家即使丢掉那个赞，除非你要明知道他是丢掉的，如果不是的话，啊，所以有的时候你人家是绽放在那个地方。啊，你给人家的，你就是没有告诉他，你没有告诉别人，你把他取了，啊，这样的话，在也是偷的一种行为，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换句话说，你看这样，未得物主的同意擅自取用，哦，在等同偷盗整个里面四个里面，啊，所以你要有在做资源回收做什么的东西哈，啊，对这个不予取要特别审慎，尤其你在现在修行呢，所以我常常跟各位讲的话。外表的修行，内心的修行啊，这个中间不予取的话，刚好有借在一定的，常常有的时候你一不小心，那、啊、就你就弄到那个地方啊。物为良的东西，不是他有的是绽放，有的时候是你很难判别啊，你不能就讲那个人家有坏的东西，他也把它当作宝贝一样啊。你这个有的时候你就会换到不予取啊，不予取，这是一个要很注意的地方啊。邪淫就夫妻以外所发生的男女关系。男女关系，所以只有夫妻之外，关系都不可以的、哦。妄语的话，虚妄不实，叫做蒙混欺骗的话，十恶之一。两舌，这种十恶哦，这口的有四个啊，离间感情，拨弄是非的话，十恶之一。恶口的话，就狠心恶毒啊，怒骂恼人的话，就十恶之一啊。嗔恼，就嗔的话就生气发怒，嗔恼的话就是嗔恨恼怒。下过来四八一，那个是悭吝，悭的话就吝啬啊，通那个吝一样，悭吝的话吝啬，视财如命。结界叫结界的话，就结成戒律而获的护持他啊。下面这个缘呢、啊，用不常用，但是它是跟猿猴的猿是一样的啊，就猿就是猿猴啊，五字是这样写。下面比较难呢、啊，就是这两个字拢利，拢的话就是恨，有的时候就是极狠。啊、哦，有的时候是很多的很哦，啊，利的话就是悲伤嘛，荣利的话就写很信很多恶，啊，那就是利不从教，处毒那个处就是杖嘛，处毒的话就是杖木去严厉的去威逼，彻骨的话是透露骨髓，比喻很深刻，苦切之言就是苦心恳切的话，以爱心竭力的开导教化啊，这个是比较长啊、哦，比较长，那如果要一个解。那当然要花很多时间，如果要快也可以，因为它都是对称的，它都是对称的，前面因后面果，前面因后面果，或者是前面行啊，后面就是它，所以要讲很快也可以啊，但是慢慢讲也可以啊，但是这个地方我要用一个给各位看一个你哦名词，你如果以后碰到你在，如果你真的要觉得要从哪一间进啊，遇到哪些东西你要怎么下去的，等下我们要训练这个东西啊，看四八一。看白字就好。这个时候，维摩诘问众相世界的菩萨：“相继如来是怎么说法的呢？”已经把脚会崩喽。哦啊，从那回来啊，也吃过，大家吃过相继饭，相继饭也真的是吃不完哦，吃过有效，但是相继饭的功用到现在还没有显现啊。现在党们真的没谈到法喽。哦，所以很近很惯，维摩诘都精进哦，一让你吃相继饭啊，起码走进门，走进门来，在因为。问这些相继世界来的那个朋友啊，相继佛是相继如来是怎么说法的呢？众相菩萨这样讲：我们国土的如来不用语言文字，所以语言说法谈教里面在华也是一样，跟你讲不是只有靠语言文字哦，有很多地方不一定的哦。语言文字说法啊，只透过闻熏各种不同的香气，使天人们啊所思。所为合于清净的律行，换言之的话，就是因为香气的话，就是用鼻观修法啊、哦。鼻观，所以你看，
你那不管你的二十五圆通里面哪一个，人家观世音菩萨的话，他是什么呢？他是无耳朵就那听的啊。你看有人用眼睛修的啊，那反正六根是大概是当主体啊。这个地方它是相应世界的话，你就知道你的品攀啊，说一起对比啊，你也不要想只有鼻子哦。那到一定世界的时候，是这个所有的气孔都是可以通的哈。用鼻观来修法，一门深入，菩萨们各个坐在香树下。闻到香树吐露的那个妙香，就可以成就得到一切的德藏善根，用这样闻香就可以得到最高的那个定，最高的境界，得到这种三昧的人，菩萨所有的功德也都可以圆满啊。那就要反过来，因为他们那边的话，教化是这么简单的，因为香气活动提干的棒棒放香啊，然后就熏习所有的人，这么大的一个世界，按了一下还可以教化这么多人，而且回过来。你看他们那些众香菩萨就问维摩诘娑婆，你们叫娑婆世界的教主释迦牟尼佛是怎么说法的呢？好，换过来就看我们的教主怎么跟我们说法。来，482号这个地方，可能会停顿多点。来，这个地方我们要从黑字读起啊。482，维摩诘言：此土众生刚强难化，因为这是开头嘛，刚强难化，故佛为说刚强之语，以调伏之。言他要说，下面就要说法，说哪些法呢？说啊，是地狱，是畜生，是恶鬼，是诸难处，是愚人处啊。那刚才，然后我们就看下面的哈，维摩诘说，娑婆世界的众生性情是很刚强的哦，啊，极难调化的哦，非常难调化的哈，所以释迦牟尼佛为他们宣说强烈、刚硬的语言哦，使他们有所怖畏，用以对治调伏。至于能乎刚强的语言，例如揭露什么地狱道啊，叫你刚你地狱的话，你跟你讲你地狱有哪些？所以有一个上次有一个团体是在专门画地狱的那受苦，后来好像他们本来要长期要再放到图书馆吧，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好像没有多久就收起来啊。你们自然就看看是哪个团体啊，所以你看。那咖喱光水缸是很困苦的啊。畜生的话，你大概就知道，因为畜生是我们所接触的，是不如我们的啊。你看那个恶鬼，我们大概不一定。你这形容饥饿的人，你只能看到饥饿的人啊。真正的那个恶鬼，你也是看不到的。以及北俱卢洲、长寿天等无缘或困难接近佛法的八难处，是愚人处，这些是外道易学等啊愚迷的人投身之处，或以。并想取外道欲学的愚民遗害啊，那个现在我要跟各位就再推下面这句啊，是诸难处，玄奘法师意是，此是无暇身。窥基法师讲，什么叫做无暇身？无暇身我们不容易懂哦。什么是无暇身啊？无暇身，窥基法师给他注，因为玄奘法师的徒弟窥基法师给他注释，无暇身者，八无暇处，八无暇处身也。即指八难处，八难处的话，你可以翻后面哦。这个怎么查？怎么这本书怎么查？你就要查。来，我们今天训练一下好了。你看这，如果你八，你就查后面的注释。来，翻到后面的注释，因为等一下我要用啊。你以后读，因为我们的丛书六套都是这种模式在做的。就是注释有一个八，你有没有看一个八字？你看626页，有没有？626页。那个八，那你就看八字的地方，八难的话，0103就第一章第三节 ，OK， 就第一章第三节啊，你就翻回去第一章第三节，什么叫八难处，你就这样读啊，你不要有一书在身上，你都不会读、哦、啊，我现在又要给你推另外一个东西 ，OK， 遇到你不会的东西啊，有注释的东西，有注释，看到后面有注释啊，你现在要因为你要查八难嘛，查八无暇，八难你又不知道在哪一章你读过的，在事实上在66页了。啊，我现在是告诉你一个方法在那个地方，但是我不是今天不是要推那个东西 ，OK？ 那你就八难，你就在那个八字就翻到后面的地方，附录的地方注释索引，你就看那个八字八难啊，0103就零一前面的话章嘛，下面节就第三节，就翻到第一章第三节啊，注释这样在查。啊，我现在开始要弄另外一个东西啊、哦，什么叫无暇身？无暇身你会解释吗？哦啊，你看。然后下面的话是愚人处，玄奘法师拔喻是诸根缺啊。深藏法师这样讲，诸根缺的话，深藏法师不是这样的解释哦。他深藏是另外一个，不是深藏的话，深藏是跟谁？
是跟螺丝的哦。他的他的话，权杖瓦斯的朱根缺，螺丝瓦斯的内派，把它解释什么是外道欲学，是愚人处深处啊。我现在这两个给你推一个好了，推两个，我时间要你，所以你在读大师的那个注释，你要怎么讲？因为现在你对那个无暇处，你不一定能够懂啊。那怎么去推这些东西？这两个他们这段经文的话，他们翻译这样，你这两个哈，那你要怎么看？在读经的时候要有一定的本领，师弟这两个是不是一样啊？你就把这两个就把它 cancel 掉。那你这两个字如果不知道的话，因为它是这样对下来，畜生，所以旁生就是畜生，那是下生啊，对边啊出来的畜生啊。所以你这样的话，玄奘法师有很多东西你不会读，那有的时候，所以一个法门他那个你就不那么东西，所以你在读，尤其你这金刚经也有，你这样的话，你读金刚经的旁生，你就知道旁生在玄奘法师畜生以译作旁以不生处，他我们正他旁 ，OK， 啊，这类里头里鬼一样，啊，这个就把它 cancel 掉，只是恶鬼区，而且赶快就是说这个没有，啊，这类五流流啊，安尼哈，是诸难处。啊，他是死是无暇身，啊，他多跑出一个此是猪根缺 ，OK， 你这样看，所以的话，他的窥基法师，窥基法师玄奘法师的传人，他就讲这个的话，玄奘法师的这个窥基法师，我要跟各位讲，你对历史上的那些大那高僧大德，我们都崇敬，但是崇敬的话，你不能，所以。我们学佛常常讲中国的佛教佛法里面是弄师按体传，师父那不行佛也就可能很难行佛啊。当然因为师父都这样讲下来，师父讲完就会训练你要照他的方式这样弄下去。OK 啊，我们就是很难超越自己的师父啊。我们现在要跟各位讲，窥基伟大不伟大？窥基很伟大的哦啊。但你看窥基法师讲这个的话，他讲这个的话就是八无暇。他你翻过来注释的地方不是吗？这个是从窥基法师的那个注释，所以我注你不要看我只有这本哦，大概古的东西古大概我都那每部经我大概都这样，大概我都看啊、哦。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地方是古界，现在是古界之言嘛哈，所以在下面注的地方，窥基法师讲无暇生者，八无暇畜生也，他是讲八无暇。他讲这个是八无暇啊，八无暇的话你去查八无暇66页，我现在我就花一点时间，因为今天我经文别人哈，66页好像是66页的八无暇密化流66页吧，66页哦，八那个八难的地方有没有八啊、哦、八难的地方有没有又称八无暇啊，八难的地方，你就这八个啊、哦，就有这八个，你看到了吗？哦，他说这句话相当P66的那个八难。你们要知道，我现在在弄逻辑哦。他讲弄逻辑，这个是八难啊，八难的话，死是猪根缺，猪根缺也是八难的一个，所以这个可以讲是八难吗？是诸难处啊，他把一这样下去，因为这个地方的你这样我这样给你推，你可能都不会理解我的东西，你们有的时候是要用字，所以他们说要叫我去美国，因为如果语言你要叫人家翻译的话就很难，这样的话就我这样谈，就同样我们用中文你就不一定能够吸收得到，因为这个地方的无暇身，那现在的话是窥基法师，我要先检验窥基法师的那个东西。窥基法师非常有名哦，玄奘法师的大徒弟哦。他讲八，这个是无暇身，他的玄奘法师的那个无暇身就是八无暇，就是八难啊。这个无暇身在这个地方是八难吗？是不是八难？这个地方严格讲，因为后面。如果这个是八难的话，那这个整个是多的，你懂我意思吗？如果这个解释为八难，那这句话是多翻译的，因为这个也是八难之一，所以这个的话是这个的无暇身应该指什么？
他这个注释，这个注释的话，就有一点他是有漏洞的。他这注释的话，他是应该指八难里面的哪两个？两个，一个是北居如天，就是被那个就是一个是长寿的，一个是很安逸的。黑能哎哈，为什么呢？因为那两个，因为下面的话会谈到那个什么，因为你如果八难的话，八难这三个也是属于八难。如果这个是八难的话，这个多义了，这个多义了，这个多义了，就安干的，此事无暇争，此事八，此事无暇争，其他都不用翻译，因为这个都通通包括在这里面。你像我讲的，你有没有？所以这个的话不能解释为八难，因为解释为八难的话，前后通那个翻译都是多义的。那这里面的无暇生是要解释什么呢？啊，你会得出来吗？这里面是讲两个东西，一个是就是安逸的北极如天，那些人都没想要出世，啊，但他就安逸，就安逸。啊，一个是长寿天，啊，那个会修精神，啊，他也没想要叮当的人，那个就无暇生。最主要在只讲这两个地方，所以修佛也不能太安逸。啊，也不能那个整个里面就长寿天那个地方，所以你看六十六页的哪两个？你看这是在哪个地方？六十六页的哪两个？哦，四跟五哦，你都爱怎样？一起你指哪个地方？因为的话，你看看哦，这个地方哦，他说盲聋音哑那个残障嘛，你看沦落畜生道啊，前面他已经译出来了，沦落恶鬼道也讲出来，第三堕入地狱道有没有？这三个的话，前面人家都那怎么会是那个东西？这三个人家都翻译出来，所以玄奘法师的这个是在不是是什么？玄奘法师的这个是指什么呢？哎，诸根缺嘛是无咯。玄奘法师主要是在说你讲哦，你想安乐，那就叫无暇生，那就拢懵无想要去生啊假的，你没有不想去生哦。所以的话，我要跟这样，我就是对我们的大祖师有一点不敬。您懂回事吗？这个地方的无暇生不是在指那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只有指还有多几世人无想要出世的哈。啊，伊在那想足快乐，伊就无想这个地方不是他那个东西。啊，长寿的话，伊嘛想我无会叮当，伊就在那那个就那个地方。玄奘法师的无暇生是指这两个。OK， 你要读经什么东西？你要啊，那你这你而且一定要比老师厉害的。你按那来这。不要人，然后你以为读了大师的东西，你就读下去，你就好像哎那个东西，你并我花很多时间，你有没有读清？你有我讲这么多，你有没有弄清楚啊？哦，阿尼，你两个黑朵，你有扎在哪个地方？哦，会那个哈、哦、啊，所以圣藏法师讲把那个诸根缺哦，诸根缺的话，那个在圣藏法师把它引玄圣藏法师的引是什么呢？是那个玄奘法师。此是诸根缺，哎呀，你要看还下面一个，哦，此是诸根缺，这个你看那个下面另外一个徒弟，那个深造，这个是窥基，另外一个深造，深造法师把这个诸根缺，他把它引到什么呢？你去读，他把它引什么？外道义学，外道义学，它的引法是什么呢？这个注释叫做引申。诸根缺哪光只有诸根缺的话就减一个啊，伊甲讲吼，即、這个玄奘法即句话会当解释为外道义学。OK， 他不是就正面文字上去解释，他是就他的意义去给他引申。你哪啊诸根缺的人，啊你就是走去外道去了。哦，所以你要看法师的高下在哪个地方，你这样读的话，你才会每一个吸收一个法师。你都要看伊的立场的对啊，伊你看，深藏法师是伊毋是玄奘法师迄边的人哦。你要看安你，我不叽叽落落。这个是这边的人，这个是这边的人啊。这个人这边的人在住这个的时候啊，在慧基法师住这个的时候，他在讲他是八难。那个东西太过去了，因为他没有把他法师的前后看清楚啊。这个人在住这个的时候，他很
他把这个，因为他这样一个看过来，他的助根缺的是五残缺安利安利郎，他觉得这样是不够的，所以他把这个拿去当作外道易学，例如正途会不会让出去，他的经文的引用范围就大了。啊，伊唔是这边的人哦，伊是这边的人。你看这看一处，看另外一派的人的文字的翻译的用法在哪个地方 ？OK， 那你这样的话就，你也人家这个法相中你也学到啊，人家什么中你也学到，不一定是自己哪个是你哪个门派分得很清楚没有？那整个里面是你自己能不能进去？哦，能不能进去？法相那个门派里面并不一定会那个东西。那这刚好是两个门派不相同的那个注释方法。你要读就，我就刚好一个刚好出现这个，我就多花一点时间跟你讲。哦，多一个你这样读的，你也赶快这样子上去上去上落去。啊，速度那两个法师速度安尼，啊个看安尼看，刚才留了一观察了呢。啊，你是你的法你的法眼在读这个东西的时候，你有没有读进去？哦，你有没有读进去啊？你这样严格讲，你这个地方可以做文章呢？可以做文章是哪个的？哪个字？你这样跟推一推，你就比窥基法师上推上去了啊！人家那个深造法师，你也可以从哪边这样才有办法可以吸收哦？啊，就太省哦，花了太多时间哦，过来进来 ，OK， 这样可以了哦。好，过来下面那个下面就是都是因果按理落去哈，这个归来对哦，来。那个上面的那个恶鬼，有的时候是可以指个性很倔强的人、刚愎自用的人，也是恶鬼的一种解释哦。自以为是的人嘛，是恶鬼哦。你不要觉得恶鬼就是安尼吼。啊，你俩对深造法对深造法师，所以深造法他解释是不要。你的恶鬼他怎么解释？他说你个性很倔强的人，你又刚愎自用的人，那就是像恶鬼一样，因为你的解勾。单你的吃的东西很那个东西，因为你刚愎自用，你并没有不可以给那个东西，所以不好归来对。好，下面维摩诘说，那什么阐说什么是身邪行啊？利那五身有邪行恶业的话，当受那当受身邪行报。下面如果要这样读，我一下子五分钟我就通通把它读完了。你说前面有什么因，后面就有什么果。以这里管，你就是你看身你有邪行恶业啊，你都爱受邪行恶业的报，很简单吧？啊，我如果不解释，我们就讲很简单了。啊，你如果有什么口邪行，啊，你就有口邪行的，你有口邪行嘛，你就有口有邪行的恶业，啊，你当然要受到口邪行恶业的报。啊，你阐述什么叫意邪行，啊，你呢意立了五邪行恶业，啊，你当受意邪行恶业。啊，这斗一刚好详述，详细在详那个三业造恶因啊，当受三途的苦报。哦，啊，下面如果只有这样解释，是很快的。很快的，那有时间我就给你多解释，没时间的话，我音下面有下面音的这下面够啊。我们如果不去解释音，不去解释果的话，有音就有果，有音就果。哎，你有口不好啊，你当然就是说恶口报；意不好，就说意的意口报啊。反正就一个就有一个报啊。下面的话，他是在讲那个哈、哦，你看接着四八二。维摩诘说，阐说什么是杀生，现在杀生者来日当受杀生的报，阿弥陀佛，杀生的那个报。阐说什么是不以而取，所以刚刚不以而取，你那个要特别注意哦。如果在修行到一定境界的时候哈，不以取的话，跟那个贪的进一步的贪要戒得很弄得很好的时候是不以啊，不是只有那个贪啊，还不那个说啊，其实因为不以取会跟贪有一点那个，你一定要会用哦啊。什么是不以而取？就现在啊，犯擅自取用他人的物者哦、啊，来日当受不以取报啊。所以人的东西不得到人同意啊，干现在个人用还是袂使哈。然后阐说什么是邪淫？啊，你今嘛了犯邪淫？什么叫邪淫？啊，今嘛了犯邪淫？啊，来日当受邪淫报。所以如果这读文字这样的话是很快的哈。禅说什么是妄语，啊，已经满了钦差供，啊，都换妄语界嘛，啊，换妄语界当日一定要受妄语界报啊，这也很简单。那、啊、什么是两舌，啊，就边来边去，边来边去，去离那个犯离间感情啊，拨弄是非啊，来日当然都受两舌报啊，都要挂出去哈。啊，那禅说什么是恶口，你骂人哈，现在是恶口了。恶口的当来日当受恶口报啊，你都爱好骂，不都爱一贯的变作拜安呢？啊，阐说什么是无语，讲一挂无为不为安呢？反正都要言不及义的话
啊，都换言，换句话讲，有的时候言机讲讲机语光光后天啊，啊都不实在的话，来日当受无以与报。你因为你这样啊，别人也这样啊。禅坐什么是贪急？你起码换现在换贪急，来日当受贪急报。禅坐什么是嗔恼？那起码办嗔恼的熬夜当受嗔恼报。啊，禅坐什么是邪见？那起码五邪见啊，一马做邪见报。啊，这种供十二业，你哪换十二业的话，当然十二业的苦报。哦，是特别的那个的啊，我们这边只是讲特别把它举出一个杀生啊，那叫杀生，这里面这么多来对哦，啊，我只有讲这里面只注释第一个杀生，啊，没有其他都没有注哦，其他的话一个一个讲啊，如果要注下去的话，这个篇幅要变很大啊，你杀生下面叫恶果，然后你要那这样的话就变很多，上面的文字严格讲就。归纳为一，有什么行，有什么报，有什么因，有什么果，啊，就很简单这样的东西啊。什么叫杀生？因为我当时要了解什么为什么吃素，那个就读楞伽啊。楞伽的话，楞伽不一定啊，这个看啊，楞伽经这样讲：一切杀生者，或为财力，或杀害生命啊，然后屠宰贩卖，愚痴凡夫贪求口腹，嗜好食肉，使用金钱。就好像蜘蛛做网一样，哦，为了捕取猪肉，比杀生者若以财物，你如果杀生者的，如果是以财物收购肉类，哦，或以钩网，取比空行的鸽雁、水中的鱼虾、陆地的猴兔等众生，哦，种种捕捉杀害，那个然后来屠贩求利，你去卖，量起来去卖。啊，然后呢，求利哦，杀生与食肉是同罪的。嫁人叫太人感官啊，不吃肉食，没有肉食的需求，就没有杀生的举措。同理，如果没有人杀生，就没有肉食的供应，世人也就不吃肉食哦。想求肉食，等于教你喜欢讲吧，那你等于教他人杀给你吃哦，就等于鼓励他人杀食肉、屠肉、贩卖。同受恶报，哦，这个楞严楞伽就讲得很重的嘞。因为你有需求啊，就叫人家卖给你啊，人家卖给才有屠宰那东西。你没有需求啊，他就不会这个东西。所以楞伽是弄得很严谨的哦，是比较蛮严的哈，哦，啊。所以你看，食肉、屠杀、贩卖，同受恶报。又云：世间所有肉体都有生命，自己不杀，不教人杀，也不教人食肉。哦，以大悲为菩萨六度的前行，以大悲为菩萨六度的前行，即慈悲心是万行的首要，是一切众生就好像从己所出之子，哦，不许杀生，哦，食诸子之肉，佛说杀生食肉之罪，是断如来种啊。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跟各位讲杀生啊，就整个里面能够杀，能够尽量的，因为缘道。他就那个缘还没有到的时候，就尽量，因为到年纪越大啊，吃肉的话消化会比较慢啊。你缘到的话就是大家就自然就那个东西啊。你像以前我很会喝酒啊，但自然受戒之后，那酒摆着好像跟我都没有什么大关系啊。你缘到就是这样，缘没有到的话就那个啊。所以你有的时候人家在吃肉，就我们闻起来的话，我们可以闻到那个。那个味道啊，整个里面是我味道，我是不好一直跟，就我们可以闻到那个味道啊，整个里面那是一种，就你到了那一种，就是必须要受的那个啊。下面的话很多啊，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跟各位讲的杀生啊，杀生之外的反面哦，事实上不应该谈的那个东西哦，杀生的那个，因为有人就是要护身嘛。啊，素身就是幻身嘛。对幻身，各位你要特别去看我那个我们的那个六祖坛经里面跟各位讲了，台湾的幻身的行为不是幻身不怎么如法哦，那种不是真正的幻身哦，幻身那种是那种人可能是自己是出家人，结果因为要做这样的幻身，自己还杀了很多生，自己并不知道。他就是以为把那个动物来买一买的话，就从那个地方把它倒倒下去就是放生。你就隔个一天，隔个第二天去的话，那好多东西那就变成你是杀生的，
哦、啊，你放生的话，尤其像那个毒蛇之类的话，你自己都不要啊，把人家收，那、啊、丢在人家，尤其因为我常常又跑山里面去啊，你也两个人家山上的人都骂死了啊，你自己不要的东西，你丢到人家那个地方啊，两位作家呢，啊，你不要的话，你丢在他那个地方。啊，所以你即使你有同理心，你这大概也不会做这种事情。啊，所以要比较宏观的角度，尤其放生的话，是什么真正的放生？因为我大概有那个因缘，我放生，我在没有退休之前，我的台湾的放生协会我都去看过。人家放生是要有那个他有活的那个自己自身的能力才真正去放，捕到那个关那个什么穿山甲，捕到什么东西的话，断了一只那个东西，他都还很长期的试验，看看他有没有谋生的能力，没有谋生能力，他就整要养他嘞，不敢给他放出去嘞。啊，台湾不是，台湾的话很多放生是这边嘛，那鸽子放鸽子，人家就抓好多鸽子给你啊，你要放蛇，人家就抓了好多蛇给你，在哪里是你？我所以我在六祖坛经里面讲那个你在台湾这种放生的话，就等于把人家什么啊推入火坑里面，他再把他叫出来，然后他那这样你这个他整个里面那个都不如法。哦，不如法。所谓放生，是因为你看到生命，珍惜生命是应该的。不是，生命要珍惜，要整个里面在自然情况下，要整个里面尽量哦，要因为不能，因为我们现在这一辈子是我们有修，我们是在变成万物之灵啊，看的哪些东西都是本我，是我们好像是主宰，也是主宰人家那些东西啊，要用平等心去看那个东西。有时候看到蚂蚁什么，有很讨厌想要那个东西啊，只要不在自己的生活不劳了太妨害自己的生活里面啊，也就是地球共有的啊。如果是太妨害的话，啊，当滚了这你也不能说你不杀。那蚊子都在这草丛，你讲你不会爬，啊，你又不杀生，那就又有一点那个东西啊、哦。啊，就说整个里面地球是大家共同，大家共荣的，只要不妨害啊，不要太为难啊，这整个里面是这样。啊，你讲外面的话，那他本来就是在外面生活的，那是他的天地，你不能把它绝变成他不给他生活啊，不给他生活，你太过于那个，太过于矫治什么的话啊，通通的，你要弄得什么别人都不能生活，就你那这样也不好啊，也不好啊。就说你的屋内你生活环境是不要这些啊，到我像花园那些是应该给他活的，所以要比较宽广的心来看这些。所以从杀生我们可以谈很多的东西哦，那个谈不完啊，整个里面，所以我对他，所以有些东西不知道哪，因为严格讲放生这个也不是。那个要讲要是很长了，很长哈、哦。好，翻过来四八四，维摩诘说：禅说什么是牵令？哦，那你现在是牵令者，来日当受牵令报。禅说什么是毁戒？啊，你今嘛那无遵守戒日，来当然受毁戒报。啊，你今嘛来修己称慧，现在称慧，来日当受称慧报。禅说什么是懈怠？今嘛无过来，当然说就是懈怠啊！那、啊、你无过来，怎么会得好结果？禅说什么是乱意？哦，现在乱意者，来日当受乱意报。禅说什么是愚痴？啊，今嘛的笨笨愚痴，当受愚痴报。就是说六种弊啊、哦。以上的话，就释迦牟尼佛在五浊恶世，以苦切的言辞阐明因果的关系。哦，告诫的话，告诫为恶的话，必受恶报。哦，调刚强难化的中文，这尤其要举例子。啊，这些人的话，所以为什么要画地狱图？就是安尼。啊，这些人若无相信哦，你就甲画地狱图。啊，看到去画石磨啊，啊去割舌，看那些东西的话，让他那些让他有所警惕。啊，刚强众生的现在依然不相信你的，所以的话，你就做一些给他看哦。如果我下面的话，我们就用比较简因果关系的话，用一个比较简单的看哦。如果将人生出分为三个阶段，1到29岁为基础期，30到59为发展期，60岁以后为衰老期。基础期如果你没有奠定好的基础，哦，发展期你就会受影响咯。前两期你如果走之又猝的话，或纵情过活的话，换来老年的贫病。所以以上的话，上文所说来日有现世报哦，也有来世报的哦。哦，啊，你很简单的，有人叫因果经，或者把因果，人家专门编一本书，是在因果你，我这个就画得很简单，我在别的地方讲因果就画得很简单。你一生，咱的生命，你画29岁一个阶段，
30岁刚刚六十岁一个阶段，啊，六十岁以后，到五十岁一个，50、60岁又一个阶段，啊，读书以前都无要好啊，读书啊，头脑也无，你看，啊，你讲啊，迄款吼，啊，你讲你中年你要做生意要做偌好，啊，叫那万一初年、中年做生意的时候，啊，你不好好守本，啊，到老年说你要老年过得非常好，啊，你啊，身体都前面都弄坏掉，啊，钱又守不住啊，你说你老年过哪个叫一个阶段？那你的初年的那个年轻的那个时候跟中年的话，前面那个年轻这个就是阴，还是给你写一下，这是以高位进行啊，这是30岁到50、50岁、60岁以后啊，这个你这段无创好势，啊，你讲这段要真好，迄就除了有当那个行中运啊，所以这个的因，这个就是果。啊，你这两个的话，你今嘛探钱的时阵，这就变成因，啊，这个就果。除了你走老运，你不要前面的，有人这样哦，你前面的话通通都没有啊，这个地方突然，那是意外，那是例外。啊，起码讲无钱，啊无钱，讲你讲，哎呀，我要去世界去旅游什么对吧？你一定是身体也好。哦，前面身体就包很好啊，就这样赚很多钱啊，老年是很舒服的，什么的话，通通都要钱有钱啊，要钱有时间啊，身体也可以也看得掉啊，所以的话，他就在讲这段，这就是要讲这段。你做了恶口啊，你就做这种业啊，让他受这种报啊，就是你人家不要讲因果有没有，因果怎么会没有呢？啊，不好好读书啊，这明天的考试啊，不读书，明天考试怎么好好成绩？啊，同样的啊，所以我们如果在这个阶段啊，不管不，我这次只有举读书哦啊，你如果不是读书料，你就变成去学技艺啊，或者什么的东西啊，这一定有一定的东西给它成就起来，当你的因啊，你这张因的话，这你说有时候修活不，大家都同样方法就敲掉了啊，所以有的人跟我讲年纪大，你要看你走哪个运，我让行案，所以这个时候为什么我要跟各位讲那个禅功就在这个地方，你身体一定要弄好，你身体不弄好，那整个里面哦，身体的那个都是藏起来的啊，所以这很简单哦，你因果不要谈有没有啊，我在有的时候看到人家喊大堆啊，你就把自己的人生就这样画这样，29岁一段，59岁一段，60岁一段啊，但起码你讲我们像我这样啊，你前面因为你很认真读书啊，你也赚了一些有一些出息，所以现在的话没有用钱啊，这当然就是这个因那个这个因有成就这个果啊，如果这边我们现在没钱的话，都要靠自己个去生，现在那你这个果，你虽然你过得很好，你天天都要看人家脸色，你果怎么会过得很好呢？因果就这样，没有什么呢，那没有什么大学问的东西啊，前面的基础一定要弄好来再谈后面啊，这一段一直讲很多都是安要，因为尤其这个的话，娑婆世界的人刚强又难化啊，所以的话要给他讲好的齁，不容易拖到啊，都让给他讲白啊，都安你如果要讲自己为什么讲那个玉律宝钞欠世文，各位知道吗？那以前印很多、哦玉律宝钞现世文，各位的话，如果去还那个再放，现在可以摆的地方，人家那个花心的人家一本一本一本的印，啊，然后啊十殿阎罗弄印哦，你看十殿阎王那个好像都不要钱的，都一大本一大本这样说，都越印越多，越印越多，那整个里面啊，都他就在印十殿阎罗啊。啊，十点阎罗一线的话，啊，如果再印彩色更那个东西，啊，彩色给你扯长长，给你这样割，啊，给你这样磨，啊，这样的话，你就是刚强的人，你就这样看着你就会警惕呀、啊。啊，没有的话，你根本都要跟你讲，刚才好像你根本都不跟你讲一讲，你好像讲一讲，上次听可能有一点印象，过去也没有啊，没有的话，就一每段的话都你珍惜每段，活在当下，每段都要活得很好。啊，一段一段啊，所以不需要活，不是一天到晚在忏悔什么那些东西，把每个当下都活得很好。求佛就这样，把每个当下都活得很好，不管你以前什么啊，然后生气，今天我们一开始的跟你讲，生气的话，生气5分钟就好了啊，还有11个小时，还有23小时多啊，不要去影响人家那个东西啊，这样的话，你一天的收获就这么大啊，坏的只有那一点点东西啊，这样的话你才能够进步啊，你那个坏的一点点东西变得晕染，那变成一天的。挑剔了都没一天都不一样、啊、哦，就学活什么的话都是要活的，都是要会的。今天我要特别为了那两段给你花了很多时间，而且刚好是两个宗派，两个不同的派别在解释东西的时候，你读经这样你才能够会下去啊。好，下面，所以
这个的话，就像很多人生的话，哎，我例如你看，有的人是身体，你看你就不照顾，不照顾到晚年的，那就是整个下来了。哦，因果就这样，没有什么的啊。你能不能很觉醒的，就是活在当下，当下每个时间你都把握得很好。哦，下面就要结语喽。阿古吉多，哦，维摩诘说，禅说什么是结界的戒律，戒律就什么是解持戒，什么是犯戒。哦，禅说什么是因作，什么是不因作，禅说什么是障碍，什么是不障碍，禅说什么是得罪，什么是离罪。哦，的当然要离罪。禅说什么是净，什么是垢，禅说什么是肉，什么是无肉，禅说什么是邪道，什么是正道，禅说什么是有为，什么是无为。哦，禅说什么是世间，这都没有解释的。什么是涅，什么是世间，就是咱这在娑婆世界啊，涅槃就是要接进去的啊。哦，这次强说戒行啊，为善止恶。哦，释迦牟尼佛在五浊恶世为习要小法的人。哦，这刚强难调的众生，这还算好的嘞，这是消息。但是他是只有小要喜欢小法，他不是大果的。哦，这样开始他。哦，然后他就最后做决定。维摩诘也说，哦，因为难以教化的人，哦，心如猿猴，意乱情迷。哦，那个烦恼重生，所以的话，释迦牟尼佛说种种法，安住他们的心，哦，才可以调伏这种公然众生的调伏之下，就好像野象，烈马，那个是乖类哦，凶暴，主人为了教育的话，常让他们挨饿，哦，然后又以食物。你那个马鸣在听经的时候，就是马鸣，你知道吗？就是那个马七天不给他吃啊，然后看看那个东西在讲经的时候，哎，看看马鸣的那个功夫在哪个地方。所以他是马鸣菩萨，就在这样七刚的就在哦，给他挨饿，然后诱他食物哦，必要的时候加以棍棒鞭子哦，甚至打到皮开肉绽哦，彻骨哀鸣，然后才能驯服娑婆世界刚强难化的众生。释迦牟尼佛以一切苦痛哀切那个苦痛哀切的言辞，殷勤教诲小谕，才能慢慢的调伏虚入正法。所以有方便的法门啊，不是一直都是讲那个人家的那个，你看那香积世界，根本那香积活的话，可以很简单的就放香啊，大家都已经就这样啊。这边不是哦，这边的话分大型菩萨、中的、小的啊，每种对每种众生的话，都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尤其那个比较那个，所以到维摩诘，你看连那个邪淫的地方，维摩诘都下去，所以他们整个里面，所以维摩菩萨那么厉害，那么受人崇敬，就在这个地方。哦，刚强里面，你看维摩菩萨都是走，他叫人不要放弃那个，好像是觉得应该哦，在那个一个不好的地方的那些众生哦，都不能够放开。所以的话，他就哦，是什么心啊？是邪心，是邪行报，是愚痴，是愚痴报来的啊。之前的话。这一段你去比较这一节之间的意是很简单，就意罗斯法师跟玄奘法师都意19个，什么行就什么报，什么行就什么报，这是罗斯法师的意法。那个玄奘法师意的话是什么行就什么果，什么行就什么果，报跟果是一样的哦，是一样，是从角度不相，你走下面补啊，走下面因果啊，都那是一样的哈。所以因为业因而受报啊，因为过去的业因。当然会结果，你见你后因的 get 后果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这节也可以慢慢讲啊，也可以讲得很快啊。你如果谈的话，哎，就可以把那个一个哈，拿出来讲的话，我那个483页注释只有讲一个杀生哦啊，还有那么多讲一个，还有18个可以讲啊，就慢慢的去谈。谈那些东西，所以总挂一句话的话，娑婆世界的众生是非常难教化的。啊，不是故为啊，就讲完啊。所以你看，我们教育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有左边讲的五智优生，啊，五下面生来对，啊，就跟娑婆世界就是安尼啊。好的，安尼看你要安怎去教化，不是讲拢种智优生啊，一日讲得好势好势啊，有那个智优生以外的，还有一个特殊叫学艺生，哪些那个东西哦？最主要的是。是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的话，是因为业的话一再的那个你的业都是一再的在哦，在不是一世的，也就是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啊，所以要把那个迷要把它弄掉的话，要把那个业要弄清楚，要回归，那都没有那么容易，没有那么容易。有的时候是
有时候我们看人家是学佛不学佛还好，越学佛的话变成越那不符而执，是你越你如果是常常讲方向啊、哦，你本来是如果一开始就接触正教的话，你就这样上去啊。你如果接受不对的时候，你已经是歪掉了啊。歪掉在后面的话，人家要把你扶正的话，还不是就直接上去？那花很大功把你还能不能扶正的话，那都还很难说的哦。还非常难说，如果一开，所以有的时候我现在是比较少跑，因为以前常跑，常常到每个地方去的时候，要看到人家在，有的人就想要学一点机会啊，就在那边看书。我们常常，你不要觉得是所有的印出来的佛书都是善书，有的时候你一弄进去的时候，你用方法就弄错的话，那就阿弥陀佛，就那个的。我告诉各位，很简单的哦，你看有的人深信咒语的话。那些，你看那些深信的人，他给你出的还很漂亮的，还精装的嘞。他念什么咒的话，念多少遍的话，连什么都可以改变啊，什么的天下都没。他要求什么的话，你会觉得哎，好神奇，就弄到那边去。你弄久了，就阿弥陀佛，你就很难回归。他一念他生什么病的话，他只要念一遍，他告诉你来的话，那念几十遍、几百遍，那个时候那通通都改变，甚至台风通通都跑掉了，什么都跑掉了，什么。好，那他念一念咒的话，什么通通都解决了，啊，你如果这样下去的话，我觉得他的神咒很有用啊。他那个很漂亮啊，你就看到他给你举例子先，那你就跟着去，哪一天你能够进你就不能出，能进就不能出啊。有的甚至他名字讲的就好像是他才是正道，但是问题是他是不是正道，那是很可以讨论的，很可以讨论的啊。所以你要严格讲，你要怎么修，只有你自己决定。所以我严格讲，我就一直讲谈我的六部七部经啊，你自己哪一边，你到哪一点境界，我们再谈哦。你要从哪一部经，每个人部位是相同的啊。如果是相同，我们就一个人就好啦。为什么会那个的东西？一个法门开这么多啊，所以每个人你要看哪一个对你是比较切入的。所以你看你在读禅的时候，禅的话，每个禅宗大佬的徒弟都要交换的嘞。啊，这个道地谈我这三年都无开悟的，叫伊去遐。啊，现在就叫伊去啊，毋是做对待，毋是讲甲即个书店遮所有徒弟，逐个拢开，我是看着根本无共款啊。所以讲你遮毋对，你就爱去啊。那到那天，因为我今天不是讲讲禅，那很多的，所以那个清源行师跟那个怀让的话，他们两个为什么你那个那么厉害？就他们师徒是互相加那个没有办法得到的，都叫伊去平去。哦，啊，都不是跟着大师前面的话，每个人都打哪是这样的？说好学校有坏学生，坏学校有好学生啊。每个老师的话，跟因缘伟人去干，按念，但他的徒弟也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哦，那就看哪个因缘到哪个地方，那都是不相同的。哦，今天的时间也就差不多到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今天的主要是告诉各位啊。尤其从一段经文里面啊，你就慢慢，你哪一天如果是觉得《维摩诘经》是很殊胜的啊，有这部经真的它非常厉害，非常厉害啊。整个里面你有没有进去啊？有没有进去？它真的厉害在后头啊，它排比非常非常的顺。所以刚刚我们讲的那个哦，擦掉那个深照法师就是因为他译这部经，然后再做这再注这部经，然后就出家，然后再注这部经，是深照。就是维摩，他的就读维摩，维摩，他法华时还没有这么感动，所以每个人感动不一样哦。深藏法师法华，他一他没有他是这部经哦，这部经他才那个地方。所以你看他的那个，你看他把那个诸根缺解释为那个是外诸外异异异那个，你不能说他不对哦，好，他是隐，但你要知道他那个是隐身异。哦，隐身意，好，今天就到这个地方。